啊，我们炒花枝手卷的啊，手工的哦。这你用煎的、用炸的、气炸锅都可以。四条50块，八条就100块了。来，你要七八块的。我十条哩，十二条哩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条哩。来，100块花枝手卷，100块用煎的、用炸的、气炸锅都很方便。来100块。十五条的，100块可能扣入哦。好，哥是要来无啊？我来啊。无要来，你今日有来无啊？来，你今日有来？你今日有来了？几米几米？来一个客气，十条等于煎来100块的。花枝手卷真的很好吃，来100块，几个客人要吃花枝手卷吗？三个俩，一个小姐吧，回去给你100块俩，啊这边来，来四个，收啦，连着收呗，拜拿拜拿，哎大你还单做不完，你都唔知啊你，来花枝手卷几个买？六个，反正一个人就是20条给你，你不要管我收几个，来算你讨得多哈，不然无买点对不对？七个，你老管得到。那你这箱拿下去有七个。啊、我接不了哦，你看你怎么挨出来。什么东西好了啦？好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姐好看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要鸡腿堡包。好了，好了。吃饱了。怎么样？阿诺啊。我要鸡腿堡包。哎，我唔知，有咩有啦，无有咩我唔知。来，有咩食蒜泥头都可以来。是不是做大地？大个无遐大地哦。来，有咩食啊？开500，开400。蒜头的就是鳕鱼下巴，等你蒸、煮、吹拢好食，把都有哦，比中口的把都较嫩个有哦。来500块唔免开400，来300招姐妹，300块来鳕鱼头汤，来300块，有人要食蒜头的无？来300，来看好哦，来300块来，来加好你来300。哎，对，蒸、煮、煮、吹吹，来200块，200块来，赶快动作快。200块鳕鱼头汤，我还是遐大只的，我200块啦，你遐吃紧的。来200块，来200块来蒜头汤，200块个人要煎要炊要煎的无？来200块拢装买了是吧？好啦，来好，感谢你。啊，你够介绍，紧的紧搞讲，我紧记起来你看。讲话啊，来，哎，拢无人要讲话，好，卖花龟，好啦。啊，一厘片。要不要卖一下这个？哎，别别要啊。其他多啊，三公买两股的啊。要不要卖一下？啊有啊。要不要搞？不搞。哎呦，好好好，我来卖车哦。好玩的好。您是阿妈去夜市啊，吃过买过热狗无？果粉的。干嘛？呀，这就是热狗。哦，你真进去的七十块多只，啊不香的。来，有要吃开200块的果粉的热狗，来200块有没有吃？200块，200，外公，来回味小时候，一人买酒，六个人去吃，100块完了，免200，来100块来，赶快，五个就好了，哇，吃到欢喜啊，热狗呢？来薄粉热狗，小热狗，小热狗，来100块都买到了没啊？100块，了收，哎，100块加过1包5斤呐、啊。这人吃一斤重啊，你讲一斤重十几亿啊，一斤才20-30块呢，来100块，最后两位，小热狗、薄粉热狗，够人要煮饱，真正季节了，来100块拢买啊，来5块来，来拢买啦，来买买，叫隔壁帮你煮，有来，隔壁了，你来人足好来，来，咩啊？迄间哦，迄间甲客过来，来要吃鲑鱼来好啊，超大块的鲑鱼，水无？来，想要吃鲑鱼无？这两条来400块来，500一个买汤，一条够哩。来500块，谁要吃鲑鱼？刚才买的还在现场吗？离开了，非常好。来500块，一条够三米，一个人去吃汤，一条够几条？来500块，一个客人就好了。鲑鱼500块，有人要吃鲑鱼无？500，你等下给鲑鱼，卖给这线的话，给微信的话，哎，不好看。来，好，阿哥要吃哪位虾卷？手工虾卷来，有吃过我们家虾卷的举个手。都唔捌咯，你即摆是右边还是右手？右手就好。歹势，你跟我同款右手，右到一半。那要食虾卷的来，这个我们台南就有在卖了，4条100块，真的很好吃哦，这秋干虾卷哦。那要食要300，来200块啊，都手工虾卷200块来，200块只有一个人去食虾卷来，200块来，200块有没有要吃虾卷的？哎，8条给你好不好？来200块来，8条哩。我那虾卷真正安怎煮都好吃。你要煎海参，你要煮啊，我去煮一个海参哦。来，再12条300，就前面200块来。手工虾卷200块，就前面嘛，200。今仔个南溪要食啥，我实在要无啊。佮送你2条，免400，免300块，来200块来。就前面手工虾卷200块，有没有吃虾卷的？
我感觉写前面一张啊，前面都要滚，都要遗忘掉了。来，大家我来讲，摕一张出来就好，给大家七只，四条一百块，我加三条，七条一百块，一百块来。我恁试食看卖，阮倒下店外好食，后抓来无一摆啊，后抓来就是200块靠边啊哈。今仔要食虾卷的，七条100块来，赶快。下店100块下店，好收啊！下店我100，以后看咩货？来100块以后，我来讲就无100块，恁试食啊，就是直接一分就是200块。啊，无我摕这下店分钱做粗呢。来100块几个咩？六个。来个帮我包7条来，麻烦一下。来啊，花枝手。这是花枝手卷哦，哦，这花枝手卷虾卷，等一下哦，来花枝手卷，哎，花枝手卷三倍来，哦，这有倍来看哈，来大哥买五，来花枝手卷，来大你好五哟，来赶快呀，哦，谢谢谢谢，来阿乐果三个客人，小乐果来这边，来三龙饼饼给你们吃，来小乐果上面进来200，其实这包200就少啊啦。你叫我白白来7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都小乐果100块，果粉小乐果通通有了哈。来，阿伯吃300多，大哥你可不可以几包？来，大哥还要一包。来，吃低卡来，你多我再收啊。来，这低卡多好吃，我找几样好吃，不管是杏鲍菇还是低卡，你这样摸就知道低卡有几块了。多好吃，这样挂起一起卖299，卖啰嗦啊，来300块完了。300块来冷包哩，而且重点来了，它是常温包，回去你不用放冰箱，而且你要吃的时候隔水加热，隔水加热的，烧了个泡回，倒来点，倒来碗内底，一只会当配饭啊。来冷包卖600，冷包卖500，400，300嘞，来200块的，要几杯哩？进来。杏鲍菇猪脚哇，人家袂晓食地卡，袂晓看，然后要阮地卡一道卖两箱的。哎，这两包，我告诉啊，小姐，两个加吧。加啊。杏鲍菇猪脚，这个外面真的卖得不便宜，一包真的299。那个汤汁搅拌就好了。我真正无甲你骗，我了解哦，你试吃，但是后抓，我话话坐你来金杯，今仔先我你试吃。常温包，这是常温包，不用包冰箱。管这2包没4包，没3包，2包好把面啊，来100块来，100块，我你试吃，我慢慢来。我真正无想要讲伊的心事，我讲伊的心事，你会感觉我两包钱白白计较啊？刚才好骂嘞，国宴主持用的，这比卡是国宴内底较有出现的。国宴林国宴来之后，恁买两包700块，来100块，这一包都无得买，2包100嘞，来100块，杏鲍菇猪脚真的啦，加热就很好吃的。会封金价上，心里心里的也可以吃啊。几百来，信我得永生啊！几百过来，拢准备了哈。杏鲍菇，不一定要杏鲍的可以吃啊，杏里的也可以吃啊。谢谢。来，阿过来要吃鱼肚来，鱼肚买500，鱼肚开400来，300块啊都。啥物人爱吃鱼肚的？300多，无饲的。分类啦。啊。无饲的哦，一袋120块。来，下讲。虾卷这个刚才买100块的哦，来台多少买700块的根，来三倍来根，来免500400一到300块，300块来五次的不用，来300块，这个前天才到货而已，4天就500了，来300块谁要鱼肚的，来怎样哦？这嘛是你换来买袂到的物件，来300块，来200到贵的买，大小姐妹啊，4片真的很便宜了，可是4片不好听。来五条，恁来300块，300多，无饲的哦，无饲的哦，来300块，嘿，都来你讲的，有啦，这就买五条哟，来300块来，五条恁来300多，来300块个人要吃鱼肚，国庆拜拜，来300块，民丰买了吗？五片不是500，民丰好了，5片300而已，民丰好了，你不要怀疑，赶快动手就对了，来300块来，其实鱼肚炸都无回啊，这拢起价啊，我讲我300块卖恁呢。欢喜得了，恭喜你啊！金美女，不用怀疑，不用怀疑。来300块，来300多，来3袋、3包、4袋，来5袋，来300块，金美女，500块，今仔我靠，鱼肚要求贵咧，来300块，300多，做什么关键？来3袋、4袋，来5袋，我恁来鱼肚，来300块都拿到了哦。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东港的有刺的是木鱼肚，一碗汤200块。中秋啊，加盐啊！来300块，来300块，来捞多少杯给你？来300块来。
我听我听，啊，你鱼肚拢买了吼，啊，鱼肚好下班啦吼，好，谢谢。我想啊，你卖花买鱼肚，哎，小的箱子。来杀掉。要我爱喝鱼肚，你就搬了一箱给我，我还是不够多，我不才好花。来，我们加干杯来。真的很好吃，尤其是这一间做的干杯，真的很好吃。一包半斤，爱买你四啊五，爱买你四百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一斤够我哩。两斤攞一斤，有要煎，有要烘，有要煮，拢了紧，要送人，要家己食拢 OK。快你好，吼，足够不快来，五百块来。两个人加食了，两斤拢我哩开始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连干杯三百块，真的很好吃。用这个你要用奶油，你忙用啥油？吼，来三百块来干杯。来三百六，来喜欢干贝的最后一箱了。我说真的哦，干贝一盒300块就很便宜了，买一盒再送一盒，来赶快300块的干贝。有人要吃干贝不？来300块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不该这样啊！来300块来原干贝，来300块来卡丘干贝，卡丘干贝，来300块来，安尼拢做完了哈。都拿到那就下样了哈，干贝，来300块，谢谢大家，来喝啊，继续还有什么？赶快你们点菜要等我知道哦。磨呀，来补三蚊，你想拢起起来陪我老大进来磨。不用买买好大。无惊你啊。好，三蚊尔，三蚊就买起了。来补三蚊，买只免开5000、4000来，1000块啊，1000块来。我跟你讲啊，补三蚊你也捌搞买过就知啊。我唔是卖你相的，迄磨够好食，因为这是特 A 级的，起来卖你呢。哦，特 A 级的是磨的等级啦，来有 A B C D 啦，啊特 A 就是品质做好啊，四只爱1600啊，1500啊，来1000块得，一只都上，来1000块来特 A 级，五烧麦谁要吃？来1000块来，我加我加，来1000块来补烧麦，还有人需要补烧麦的？真的哦。年光将近，你是买一份当个居家，你也感觉安尼补三万袂歹，我来讲，这个介绍你嘛买袂到啊，拿1000块，我叫你来1000块，都拿到了吗？补三万都有了哈，好，谢谢补三万，多你，这酒入口，我怕生鬼神的别离公搞，你看这边敢笑无？咩安尼好啊？你看买10箱有够无？10箱以上我上好你，啊，若无甲10箱，卖甲我讲，来，啊10箱哦。10箱600只呢，不介钱。来，要吃，今麦要拼这哦，来，钱拿快点。你也别爱吃虾就算了，啊，若爱吃虾的，看好，这啊，咱台中阿姐阿袂对，你看，足够我捧场，你看。咩虾吃恁囝啊？来，伊真正咧等我，等我要拍麻将啊。他说介少卡，因卡因好来。来，这草虾十只装的哦，这外面卖不便宜，一克安尼爱800块。人也卖200合理，然后要吃开300块，一盒给你，300块这一盒再给你，一样300块炒的，有人要吃炒的无？凊彩你煮就好吃。内行的金贝，这两条300够俗的俗啊，要吃绝对用沙用汤的，来200块我出，卖你一盒的钱就好了，来200块来，哈，炒的无不然没有，烧，来，不是一条200，是两条哩。来200块，哇！不怕人知影，知影，不然不怕知影超黑哦。来煎饺，为什么看到煎饺就笑了？来，难不得你嘛是搞工作的。我透早卖煎饺，红茶啊、豆奶啊、咖啡牛奶拢有卖。你够解释，八方云集。啊，够馅饼、煎饺，我卖这两行，啊，剩了两句安尼。来，一包1400公克，超大包的。来，这几粒冰冰冰的，什么我没收到，一包100，给你加，我来200块来，一人一包煎饺，做早餐点心，做宵夜，做正餐，一包200块，1400公克，你不概念你呐，1400公克，一包1000公克啦，一包啦，啊，一包比一包搁较重啦，你两百未？200块，我要10万，200块我不要吃，煎饺真脆脆的啊，你卡帅哦吼，迄两支。你在韩国的啊？外公，多少？这人买一包。我以为是上千。啊好啦，起来看电话去，去手机啊啦，我买幺几杯，那卖点点差。200块买，100够了。呼呼，讲真的，这200买袂到啊，一人一包，来150块完了，150来。今年啊，来煎饺150块。吼，你看一个看落去无？来150块。好，要先200块一条作秀啊，各位你150块，拢准备了啊、哦！好，谢谢，赶快，你打电动机，你动作要快一摆哦。
低消药，还有1400克，是600克。概念有概念一点，来吧，一样要吃，看上面哪边吃两百块来，来200块吧，一样，来八位哦，来十八位哦，我那边吃八千阿宝，这人俩十八队来100人。太好了啊！两百啊！来100块，进来！我贵人给啊！来100块，来进来进来进来！来一个给我。啊，卖修卖修，来走。有点贵。来100块，来这样子好了。哦，大人要吃肉鸡啦！大人要吃肉鸡啦，唔点菜。来100块，好进来。哎，收啊，该收钱。把价收了，你不收钱？来100块。100块来，对位十八号你来，100块来，百一，几百。来100块，收上来。拢会使，会使收未啦？十八号，你今天会使收未啦？你问我，我也知呢。会使收未？下尾九尾来，十尾来，无啊，80块，无啊，准八尾，你别甲送收啦，你嘛无啊。啊，别客啦，唔客，我甲我拖。来，阿姐那边啊。哎，烟熏鲑鱼打开就能吃了哦，不用煮了，不用煮了，就这个就是这样吃的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就是安尼吃，就这样就可以吃哎。哦，等一下，它是用熏的，熏熟的烟熏。我等一下吃给你看。好呀，卖公公烟不？哪边吃500块的？在餐厅吃过买啦。烟熏鲑鱼啊，一包的你要我啊，一袋鲑鱼的你要我。哦，蛋白质。500块烟熏鲑鱼在哪？啊，你可以把它当什么？我跟你讲。没有了。这个健身可以吃。拍血没有了。啊，那几包？啊，那行李。那无啊。那拍血啊，这人才多拢没了呀，一人一包。这个一包。没五百，没七八，三百来200块。你把它当那个苏肥鸡，苏肥鸡可以吃。我卖一包的钱，伊阿婆我卖200块袂当吃。上面金钱啊，这真的不便宜哦，来200块，叫姐妹来。一包嘛没，我送你，你两个买，来200块烟熏鲑鱼，来200块，都话哦，是不来行的啦，我今仔早过来十包卖完了呢，全家呢，哦来，阿要吃小香肠呀，小香肠，冻死他啦，那个不用煮哎，来一包我来，来要吃阮家的脆皮小香肠的，来，公公快点哦，排队应该几箱的啊，一个15条。200块点表，200最少啊点表，15条，幺15条，100块，100块来。我直接跟你们讲，现在香肠的价格是什么了？给你来100块来，小香肠这边我那边讲小香，普丰的，其实它不小嘞，即便鲜的香肠，6条100，7条8条，100块我告诉你，15条你100块。小香普丰的跟即便鲜的6条100啦。我要收我的钱，我100块是收少呀，啊无因太困啊。15条100块袂晓卖呀！来，香肠现在是这个价钱，普丰跟即便鲜6条100，6条100，外面的。来牛二两鸡腿排200块来。那个小香肠你把它外面烤，烤香肠摊一条就25块了。1块就好。牛二两鸡腿排来，三鸡四鸡来，五鸡二零六鸡二零七鸡二零八鸡二零200块吃来对袂？这两鸡搁送你十鸡二零来，200块都鸡腿排牛二两鸡腿排来200块，啊何方的嘛爱存了嘿，啊过两行出何方的啊？来八鸡九鸡十鸡二零来牛二两鸡腿排，啊搁有人要蒸鸡腿排，这个剩三个人给你无啊？来6只来8只来9只10只给你，赶快牛二两一百香，它的口味是牛二两。口味的不会辣，不会辣。来200块来，200块来。最后两个人给牛二两鸡腿都买到了哈、哦。无啊，剩两个人给你。但你另外后边这我不要问我牛二两是什么口味、啊。来200块来，我一牛二两口味是牛二两口味。来200块，拢准备了没？牛二两鸡腿排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气炸锅，包括你用烤箱都很方便。来弄完哈、哦，来阿三，我们吃北大卡拉鸡腿吧。来北大星哦，还有多少？多少的？什么嘞？独家的吗？你要做？这边还白大大呀？白大独家啊！我你要总买买无？敢会收的？独家的啊！我价好唔免啦，我系讲两个人加买，所以你看要上两份，你紧讲才八块，卖四啊五，卖四包，到少啊300来200块，200块来两个人加两，最后一个人最好。200分，没有啦。上班啦！来，烤啊鱿鱼来，五个人加吃来。我还没去买这边精壮啊。来要吃烤花鱿鱼，这怎么做？水滚烫一下，你茫烫伤久的，烫伤久你煲袂软的。
哦，来，我们起来烫一下就好了，稍微烫一下，全刷刷花呢。啊，然后哦，烫起来了，温姜醋花沙冰，尤其是你烫起来卖水价。你听到老兵家用兵家铺下底，烫起来了，甲放兵家顶款，哦，冷却者，冰镇者，做甲切搁较好食。老尾只系200块，那可外有余来，不用6个了，这一盘卖5个，卖4个客人是通通给你们的，来200块。最后3个人给可外有余，个人要吃不？200块200块。来，最后2位了，赶快哦，4位而已哦。哎，大哥，赶紧来，可外有余200块。大哥，你要什么跟我讲哦？哦，你底下都唔讲话，我唔知你边个生。你啥物？啊，我就听明听到人讲话声，看下佫无声。来，可外鱿鱼200块，最后两位，这下底拢是呢，看者。不是顶面只蛋尔呢？来，最后两位，个人要吃可外鱿鱼无？有了吗？来，帮我分一下。3个。4个客人。